那第六单元，第七十二页哈，第七十二页。好，上一节我们一直在重复哦，这一些都很重要哈，材料啦、姓名、笔画、附点呐、啊、择日啦、动刀方位、印件要加持哈、开光啦、这一些。好，那我们真正来步入所谓开印件的一个设计结构哈，设计结构。一个人要来开印啊，有的人是看着摊放入来，有的人是介绍入来。那至于他如果心中已打算要做开印件的，那就比较好讲。那如果这个人他只是进来问一下，那你能不能留下来他当那制作开印件，就要看这个老师的个人功力哦。哦，还是说这个店老板的一个功力。那我们就以实际的哈、例子哈、来说服这个客户哈、就是说咱证明咱有实力哈、来改做。哦，承制这个开印件，林明顺，哦，他的出生日期是76年5月20号，国历的哈，啊、凌晨四点出生，那是农历换算嘛？我们第三个单元哈、有讲过，哦，八字软体，你拿这个资料哈，林先生哦，你的农历出生几年几月几号？然后他就看，用电脑下去以后，下去以后他就，哦，从这里开始输入嘛。名字、血型、性别、农历、国历，然后按八字论命，按下去就产生这个命盘。那我们上几节有谈过，这个人他的八字在这里，丁卯年乙巳月己巳日丙寅十，一五行比较，木是18分，火是27分，土是9分，金是6分，水是0分。哎，这两生强还是弱？生强。啊，超过几分就算强？38。38。28。按你加起来吧，这。36。所以这个人生强，生强要用圆杖还是方杖？方杖。啊？方杖。元代表什么？阳嘛，元章代表阳，方章代表阴，所以这个是生强，生强就要用阴的来调和，生弱的就用阳的来调和，这是很专业的一个问题哦。所以你哪呢？命盘拍出来了吼，甲讲你爱，伊跟侬讲阿头家，这是爱用，我是爱用圆啊，是四角的。人拢讲圆的圆圆滚滚的，结果你即马叫。先肯定他做生意就是这样，有你也是圆圆滚滚哦，但是因为你是身强，所以讲钱拢滚滚去给人，你基本上爱按方的音来把它调和，钱就是调嘞，哦，他一下子就听得懂了，哦，有影有影嘿，因为咱是专业的啊。身强哈，这个连贯的嘛，好连贯的不？哎呀，连贯嘞。身强杀得好鬼的，啊，那边偏孤啊。而且呢，他的喜神是啥？水木这个都用得到了，我们这一张命盘里面其实用得到的，就是说看生强用圆章或是方章，那他再看他的喜神啊，喜神是水跟木嘛，水是哪一边？东南西北，水是哪一边？北方水。北方水，啊木呢？东方木哈，好啊，你都来背起来哈，但是这个命盘应该是拢在边了哈，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开始要问他，哎，林先生，你这两个林明顺嘛哈，林明顺，林先生。你是在用什么款材质？啊，人讲做迄个做啥蜜蜡袂歹，啊蜜蜡好也歹，可以不可以当开印章？蜜蜡可以，不可以？蜜蜡我也是，蜜蜡是真的蜜蜡是可以的哈，但是有很多合成的。那玛瑙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了哈，水晶呢？可以。所以金马能种嘛哈，一种纯的都会使嘛。象牙可不可以？檀木可以，可以哈。赤牛角可以。哦，公斤这，只要你了解哦这一本讲义，你就多看几次，你就有概念。公上面也当贴，上面没当贴，但是爱记得哦，你不要。那那是公属于科技印章店，那就没问题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备料哈，就是应付客户嘛。但是如果是你是命理老师啊，你哪可能去准备遐济？你大概就选三种的哦，第一就是讲哦赤牛角啦、檀木啦或者蜜蜡之类的哦，
连玉都不用准备，你玉看就有人去捡。好，我讲你的准备是啥种？啊，拢个肯一方一元，一方一元，一方一元都、就是打的。总投资的金额就是这六支啦，对不对？这种生意怎么会不能做？你把技术学会了，然后投资这六支的钱嘛，没有科都很便宜，那这六支就会帮我们创造财富的嘞。哦，安利明顺说啊，那我就选赤牛角方的，然后因为你的多巴胺矿源生强是方的。再来，我们开始来调整它的笔画，笔画啊，调它的笔画，好，它都有供回来，这边被抄跟抄的。好，这个也有了，不用抄。姓名就是这样哈，哎，你姓啊，然后名字，加一就是天格，个人与长辈的关系，人格是内在的性格与才能，地格是与配偶与子女的关系，总格的与财务及别人对你的观感。哦，所以讲那凶，现在都要讲咧，好，是俗语没有名名词，哈，总格是事实话凶，那凶的话就代表说。哇，把人对立吼，那可能哎，刚相拢无拢改好个吼。那外格就是一加第三个字哈，同事与部属朋友的关系，不然就是看他的事业导向。就是讲，伊这那是属木的，他就是属于当老师啦、啊、之类的哈。啊，那是土的哦，房地产的啦。啊，那是金的哈，啊，就是讲做金融业的哈，电池的哈，不然火的。就是讲做假的啦，啥黑拢会使。那至于属木火土金水哈、哦，就是看它的个位数哦，个位数。如果个位数加起来是一跟二，就是属木；三四跟四就是火；五跟六等于土哈；七跟八就是金；九跟零就是水。